志工们一起来这边共襄盛举，来看看我们今年年菜有哪一些选择。东东呢每年都是用非常好，就是很诚恳的这个心来一直来不断的求进步，每一年每一年我们的年菜一定会有所更动。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年菜的记者发表会的日子，那各位也很想知道说到底今天我们会端出什么样的年菜呢。在这以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哈，谢谢。Thank you.
讲哦，餐饮呢本来就是一个最传统的行业，但是呢，餐饮必须要跟时尚还有跟市场一起流行，阿尼干嘛多得到这些市场哦跟客人的喜好。哎，这个喜欢东东跟平来的，那你吃点心，跟这个料理，料理嘛是哎，跟他的那个这个时尚哦结合，对的时代哈，我们东东一直都是这样。各位，你老给他来东东，或者给他年轻的丁手。哎，我们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因为随着时间，我们也会去把它重新塑造一个更漂亮。但是我一定要讲，要来对得着时代，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咱们是为了呢，我们才来做这样子的表演。哦，咱的厨房呢，这个大三十点就辛苦，他跟我约那个超人哈，可给我东东的主厨们哦，恭喜奶超奶我来了哈。是的，是的哈。哎，然后呢？今天他们跟我们表演的这个以外呢，还有更精彩的，他们来要来为我们做今天的上菜秀。谢谢，谢谢我们营养，谢谢。
现在开始了，咱大家可以来东东订咱的团圆宴，咱来咱来东东买咱的年菜。我的年菜哦，咱忙讲哎呀，我得等半年才来买，我是做畅销的哦，你起码都有做新鲜的食材，所以哦，咱现在开始就要光明来订。啊，无你来等到半年要来买，我我想买只还卖完啊，因为半年哦，大家食材一直起价，食材也太顺了哈，所以咱来提早来订哈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吼，来阮这东东吼，赶紧来甲你加油！啊，第囡仔，咱来亲戚要加油，紧来甲买买回去安尼。感谢您。